在神秘的亚欧大陆，生长着这样一群拥有超能力的人。首先是这位小哥，表面波澜不惊，实则暗藏玄机。什么？他的腿居然不见了？难道这就是江湖中失传已久的隐身术？哇！容小编擦亮眼睛，带大家再看一遍。哎，等等等等，叮叮叮，这是什么？在毛巾拉起的瞬间，地面出现了一块不规则、晃动着的莫名痕迹。从专业的角度来说，它就是传说中的炸特效。少年，你这特效最多值两毛。瞧瞧下面这位，人家隐身都不用加特效。菠萝菠萝蜜，隐身术。哇，一秒隐身，好炫酷哦！这位先生，你的隐身术好像露了马脚哦。人家也会隐身术哦，不信你看。哎，我在这儿。嘿嘿，注意，我要隐身喽。看不到我了吧？咦，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。嘿，我出来了。皮卡丘，你也太小看自己的身形了。不过看你这么萌，大家就假装看不见吧。